你们都做得非常好，尤其是你，菲尼克斯。我的巢群充满了能量，而我的成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。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多等一秒，地球联合理事会的防疫部队就会变得更加强大，什么也无法阻止我们重新夺回我的星球。你说的对，Actros， 是时候进攻理事会了，但是要记住，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个星区防御实力最强的星球之一，对可哈的围攻不会那么容易。那里不仅有理事会控制的大量驻守部队，还可能会有异虫的增援部队。Rena， 你和菲尼克斯去袭击外围的防御设施，我的部队会对奥古斯特格勒的理事会基地发动持续攻击。这个计划已经讨论无数次了，给我马上开始进攻。哈，没问题 ，Actors。 Thank you.
需要保护我的道德模式。我仿佛在邂逅了邪恶的道德模式。超级遭到攻击！
中国防务队遭到攻击。
会遭到攻击。
遭到攻击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防线被撕裂了 ，Arcturus， 你可以在我的祝福下接管这个星球了。你就别讽刺我了 ，Kerrigan， 这可是我们交易的一部分，记得吗？这是我应得的，我又成为帝国的皇帝了。我会派杜克将军到古斯特格勒去建立我的行动基地。希望你的统治一切顺利。